这样子，欸，不行，这样造成你的台又黑掉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啊，我不怕。造成你的台又黑掉。没有啊，我觉得看他们的钱，我不会黑掉啊。看他们的钱我台不会黑，我台不会黑啊。哦，赚我的钱不会黑，赚你的钱我又不会黑。哦，对，我操，我当然赚爆你啊，赚其他人可能会黑啊，赚你的钱不会黑啊。哎，现在练，哎，现在练财已经不会黑啊，现在练财是个怎么说？不练财才会黑啊，一定要练一下啊。赚的心安理得啊。对啊，赚的心安理得啊，完全没有压力啊。我想进去就看到人哦。行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这边一定有人，不，我觉得一定有人，因为那里要放陷阱。哎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怎么都没有人啊？哎，他不开蓝的。我怎么觉得还没开始走过来这边呢？那不然绕回去啊？好啊，走啊，原路绕回去，原路绕回去，绕回去是不是，要原路，是不是？对 ，OK， 看，真的是一个召唤峡谷的旅游团呢。哦，这边下眼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蓝队的朋友们。要怎么办呢？直接撞进去啊，没得怕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应该没人。我起红。声音不觉得很好听吗？你想可订阅我 OK， 绝对没问题啊！订阅绝对是 100% OK 的，你订阅我，我绝对不会说不。哇，你这个拉不稳。确定哦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其实起双死比较好，可是我怕那一剑操我。不会吧？我会保护你啊。没有，那一剑操人是很强的。有这种东西。What sound do they make? Feathers falling on fresh snow.打蓝 buff 啊！那我感觉应该下野。看一下，好，还下一个。Wolf chases, does not willingly go. 他下路推很深的。行。那里再杀。行。他下路练的量好凶。那人没血了，不然我们就下去干拔一百点。没有，可是你那个镜爪是主 Q 还是主 W？ 你主 Q， 我。你这边有被吓啊？推掉。三角被吓。嘣！来接。兵线回流就可以，我的那个往下靠。我都应该带点燃的。你这样对，你这样带，不会打饭带有牙兽有饭带。我带点燃，我刚可以把对面那个炮爆。有这回事？那你为了哦？哇哇、欸，这个单杀、啊、漂亮、啊。露露还有在单杀人哦，送给。露露很强啊，露露被超了。嗯。一讲完他就被干了，台湾人不能夸、啊。真的，台湾人不能夸，一夸就输。那里往下、啊，那里往下，我知道。他现在是五等啊，我刚刚蹲有点久，等级比较低，所以我要先靠个三十箱。没事，你们先稳点，等我。很稳，很稳。
我会给你个灯的。我不知道奈德一改奈德一在这里的机会。奈德应该在那边，可是我缺个一下，好没有。好，直出钩！哎、欸，我靠，灯笼灯笼。哇！我刚刚他这个推，他保推，他保推，他这个推有点美啊。不怪你啊，他这个推太美。不对啊，奈德一可能来了。你要再算一次吗？对，我可以试试看。我三秒灯笼。收到，来。那我这里干嘛？对对对。Nice， 还有吗？可以再打几下。还有吗？好，没了。没了。干标错人了。我没干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是标队，我标。哎、欸，干我标真呐、啊，我应该要标反的，还有没接到层数。好。如果是我也会标真的。哎、欸，中路哦，中路这个走位不错不错。奈德是开经验加倍哦，他六等哎、欸。哦，干对，他是中西波，很大的经验，然后等。抢经验值肯定超人凶哦。对啊。How long will we be together？ 私讯，干阿稳，你怎么24小时都在我的台啊？想你吧。有可能。你要来干个中路吗？感觉这波不错、哦，不过他没有魔量哎、欸嗯。我就没差呀、欸。我们两个的伤害就够了，只要他没有眼、啊。我就说在该在点燃哦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小白痴绝对没有意识到我们要过来。他真的绝对撸过去，不对，他不撸过去，我觉得好，我们还走吧。没有，他看到撸没魔还不算，就绝对有问题了。不要蹲了，他们一定有眼。我们三角吗？不知道在哪里，不过应该是有眼，对，这里有眼，我看到了。他消的是？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应该是这里。干没打掉，这里有只眼。OK。然后再来一次、啊。可、啊。你的血好像不太好，这边有眼，单脚不行。哎呀，我这波可能，哎、欸，我应该可以按到打。他应该会进来，他应该会进来。行，你里面有眼吗？这个应该没有。哦，他有眼石的话，我觉得有，他是有眼石。他没有，他刚到，他刚上线。他刚到而已嘛，行。你可以上啊！挂网啊！收到。来。哎，奈德利。没有奈德利，我们就操啊！那行吧，跟我屁事啊！我觉得这个伤害，我们估计是操不死他们啊。啊，你们把兵行起来，你们二打应该不会稳。但不过这场一直标错人、欸。换怎么好杀、啊？找到一头奶都标他就好了。那堆没反，哇，他还不够了。哦，我操，他废了，他废了，他扫地了。耍白痴哎、欸！怎么样？我这个射雷机。哦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新的给剁死了。这是70开局。没有啊，61开局啊。哇，死那个是谁？哎、欸，谁死？哦，露，中路被gank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蛇破那比你 AD 强多嘞、欸。我不知道你蛇破太强还是你 AD 太废，这才会让我感觉到这个差距感这么的大。我玩的英雄联盟台服开到现在多久？三年。哎、欸，我三年都在玩辅助。哦，没问题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什么，我取了一个妹子 ID。哦，然后想去装个妹子，想要打个蛇破。对对对，装个妹子打个辅助比较不会被骂、啊。哦，三路感觉要出事了。
那我被动一直叠不到哎、欸。撑住，感觉干人不会死，他超我再杠一波下路啊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状态没很好，是可以啦。行啊，没差。我还是先回一波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每次要吃河蟹都离我超，我没这个标记，每次都离我超级远，还有我这场被动完全叠不起来。哎、欸，那个疯牛，我去中，我去中，去吧。我没想要 gank。红莲的近爪符文、啊、我是用、你可以用红色的 AD 大颗的攻速，然后黄色物反，蓝色 CD 或魔抗，天赋2190。所以你大颗带什么？我大颗带攻速，攻速也可以带 AD， 没差多少。你红色带、如果红色也带 AD， 大颗也带 AD， 不是 AD 会有什么15%啊？就15%啊。AS 会有15%。哎、欸，对。加入我来，三个，我来。没有这个，他能一打，真的到吗？没有，他们应该有眼吧？对，他们有眼。五秒勾。没有，他们不会跟出来，他们看到我，他们知道三打三打不赢，我们退，你们退好久。我干，怎么被单杀？我可以跟你，把他拉出去。来，你知道我这个大绝吗？你拉出去他就对，你射一期可以把他拉出去。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放在这里耍敌人，你要会干他。我他们旁边有新取得哦。对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回家换一下扫地。去吧。我看一下前点。我下路一个凶两个耶，我看错吗？没有酷奇有装备啊，放上来压。哇，我死掉凶两个，还打一个召唤师技能。我操，他死了。没有，我操。六六六六六。六没有啊，不六啦。太六啦、我真的不能标亚瑟，亚瑟很杀，这放感觉就好杀了。我一吃，可我感觉吃个妖奈的力，干我不敢吃，感觉我想要死，感觉这波我妖奈的力，真的有妖奈的力。可以跟你 roaming 啊。对的，我跟你走。好，赌一个。我绝对是会遇到奈德利啊。他就在那边赌你就好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奈德利？我眼睛抓蓝球。AD 没注意，好。这不能吃啊！亚速相比都不行。亚速一把电刀。高战都叠不到层呢。刚我每次要去吃，就你过不去。哇干！露露救你，快跑！哇，快点！奈雷，他放我一马了。不过我小心点，奈雷来了。那个亚索感觉就是可以干我。我、干，妈的，我帮他 gank 就好，这盖伦被吉德单杀有点扯。吉德不火。但我觉得要靠库奇啊，库奇蛮凶的。哦，对面拿龙了，龙要给，龙要给。哎、欸，没杀第一条哎。对啊。十四分钟第一条。哦，你是出战神哦？对，战神比较强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下路三打三可以。哎，耍白痴！那个，干、那個、饭 AD 他滚，往前滚，我们拿塔，我们要拿。那个饭在耍白痴，你有看奈德利吗？没有，他来了也死啊。奈德利在这里啊。对。没有你勾到，我们可以干。我猜亚速会靠，亚速靠了，然后吉德可能会 TP。没有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背对一下我们队友来。我们先假装退，然后真的来个帅气回马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行，躲在这里吗？没有，这个可以往上跑。有河蟹啊？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可以啊。你这个有够拍电影的，天哪！哎、欸，干你蛇破不真。有点屌哎、欸！你这个出钩让我都吓到了。就玩辅助而已啊，就只有辅助可以看。真的。我靠你！我死了！干嘛活得住啊？没有，干他们这个 combo。没有，我那个是放直接那个闪现定我墙，他让我反应不过来。可以哦，干啥没闪啊？刚闪杠我，漂亮。哎、欸，还有助攻哎、欸、，nice。
可是我你标记到，你有标记他吗？没有，我从来都我标记谁，那个人就绝对不会死。OK， 干有个鸟的，神奇的明灯啊！真的，哎、欸，我玩这是明灯哎、欸，我标记谁？之前我说会战这个，我就看对面那个死的，我说等等会战，我标他，我绝对得到成数。结果他妈他没死，另外四个都死，还连续两次。我真的很明灯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我要回家了。你要旅客了吗？你要跟我联动吗、啊？行。我跟你一个野区的。野区的联动，对，是刚来个野区的联动，最会联动，我最会联动。哎、欸，你觉得我们在团战的时候，你打到一半，我们再换标记是不是？不行，战斗中不能换标记，烂、啊、角色哎、欸。对，所以你要先标。麦德利在中。我干，走一圈。金吉德在中。嗯，乖一点，别打。不翻了。中了一万个人。哎、欸，一万个人中。就你看有没有办法勾到吧。哦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差一点，我以为奈德利会走走。哎哎、欸欸。翻得到吗？可以。他进跑，他进跑，他进跑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。看这场叠层数叠不到，这样我真的会蛮惨。下路这波，中路这波感觉是估计打不起来的，打不起来，所以准备下路那波应该还有机会。他想干嘛？ Fear makes the chase more fun. 应该遇到奈德利，下路可能会。那真的死了。奈，下路可能会有波二打二。哎、欸，那个对面那个下路组合，这是把我当低能了嘞。艾德利哦，我可以从后面包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你看我刚刚一把饭取消，我他妈现在就杀到饭了。哎、你看我这是明灯哎、欸，莫斯。要不要杀中路？我这是明灯啊，汤米。来来来来来。他风墙放过了没？没有关系，我被我过了。看我真的是有共鸣，算了，我去吃野怪，吃野怪救我。吃野怪追我，你也太可怜了吧！我看这很可怜，我刚他妈我一把标记从范身上换奈德利，我就杀到范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他那个标记是有对野怪是最大损失限制。没有没有，那是只有是水级的。你有看到有个漩涡地图上的漩涡？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说我打野怪会叠层数啊，有限定打野怪只能叠几层吗？啊，你有什么意思？就是。他那个镜爪那个被动层数不是无上限？对、啊，无上限啊！打野怪最多六层，我最多六层，对吧？拜拜。哎、欸，靠背，我刚不小心叫你名字叫摸死，干叫习惯了。还行啊。暗恋你的恩师，我觉得也是很合理。没有，我觉得好恶心啊。因为我的恩师要去日本了，要抛下我不管了。他要去拍什么奇怪的影片是是？没有，他去日本要干，他好像去散心吧。啊，他可能练太赚太多钱了，然后压力太大。我懂。他在想他这一辈子这些钱要怎么花。我还是先去日本花一波好了。我还不去日本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对对。有没有？还是先去日本花一波啦。泡泡浴那一种吗？真的，老了就是要泡什么泡泡浴之类的。好羡慕哦。我想一下，我来明灯一下、喔，好，下一个死了，我来看，好，感觉就放，我一样坚持放，我就放在对面最蠢的，龙哦龙，这边标对面最蠢的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进去下来你也蛮带种的，我人帅刀猛又带种，没有，你那个进去就是送头啊、欸，看看我的血量，2222啊，你那个不是血量的问题啊，你进去遇到了你还是要被超歪啊，那个血量42好不好，最大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龙要强，我是该做个龙区的一个美一点的眼位了，然后来打一波屌的。哎、欸，对面怎么都不见啊？我们来直接秒吃这个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都没那个时间过来，你看我那个眼睛下在这边，他就精锐啊。哎、嗯欸，这边有小白鸡，他那边放鹰眼了。那小白鸡应该不会过来。啊，我不想吃河蟹，好浪费时间。我们来中路。
你这边需要下点视野。我们那边有个红。搞个。漂亮，这小兵。哎、怎么会有小兵啊？我觉得下路那个饭很欠渣、欸。这个家伙没有，他没有，有眼位的话，他应该直接领控。我可以闪翻一点点。把这个眼拆掉了。活到、哦，哎、欸，怎么还要死还要死？哎、欸，哎呦，这么会哦！操你的！你看我刚一把标记从那里换放，我现在又就杀了。哎、欸，快点标记，他是我的标记。好了，算了。我有想到小兵啊！看我这个明灯，我标谁他那个就绝对不会死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要回去整理兵线了，真没办法。没有，有核心，有核心。汤米目标。OK，OK，OK。对对对对对，第三个，来，这个比英雄还肥啊！哦、，nice， 好 ，nice， 算，因为我把它吃掉，我就挂网了。我来升个雨落。看，这是明灯不行，我在想要不要再换明灯。好，我现在标记放，好，我再换奈德利，可能就换饭死。可能会真的这么衰？哎、欸，这木房高吗？哎、欸，无妨、啊，不高，哎、欸，啊，没有。那我，哎、欸，算了，我还是先。可是感觉等等应该会上无妨装吧？我们 AD 都，哎、欸、我上无妨，我上无妨。没有，我在想，我要下一把要出飓风剑还是出俄语？我在思考。我就出飓风剑。嗯。不然大冰锤。哎、欸，大冰锤这场没，哎、欸，感觉还不错。粘那个猫咪。哎、欸，奈德利没死、哦。我们往中下打吧。我眼睛躲进去。你们看到这个灯啊？真的遇到我，哎、欸，我直接走进去贴脸。你看你关不关？来，我直接跳进去了。这里啊，我看得到。喂，没有跑。哎、欸，他跑速不虎哎、欸。跑速不虎。没有，我耍喜憨，我耍喜憨。好。我还给你盾位。没有，我是故意耍喜憨的。我感觉到了，哎、欸，中路打起来了，我们往中路靠了，来不及了吧？那个没有啊，那个飞机的要没有，他们屌了，不然我们就想办法干这两个，我们想要干这两个，二打我们会啊，撞这里，我闪现100秒，你留到人了，我操，你看，我不要死，谁就不会死、欸，哎，还可以，我干这个推，可以吗？啊！勾到，哎呀！看我这个标记真的是有共鸣的，没关系，有三蓝，我去吃三蓝，我来了，没关系，三蓝在就好。最好是一个游戏主场都只关自己的标记哦、喔。看我的这个标记真的有够烂的，我从头到尾层数都不是杀人碟的。OK。明灯啊！天哪、啊！什么烂游戏？主播台明就算了，游戏也在明。游戏真的是干有多他妈的垃圾啊！不行，我决定再暂名一次。我决定坚持放，因为他062，我不会再变心的。我在杀他之前，我不会再。0673。对，我等等不杀放，我不会再换标记。OK， 我要改我的那个，我要改我 ID， 我不能叫汤米，我叫 Mammy。Mammy 就对了。要开头要 end 才会拿世界冠军。行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回，你不回吗？你不没眼了、啊？我满血。对，还有啊，我还有眼啊。他不干我了。哦，真跑了。哦，干我打那么久，24分钟我一个，我从头到尾都在明灯。哦，别说了，我那个勾。哦，你刚才勾，哎、欸，你真的雷西跟你的那个，我就只有一只色雷西，你就只有一只色。